来吹一下，没人输啊，吹一下哦。这个啊，怎么吹啊？我身家有600多亿，有上市公司呢，有60几间，还有呢，有100多个亿呢，是给我妻子，当零用钱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没事的时候，我上班就开着一部直升机去那个月球那个背面打高尔夫球，这样吗？我叫你吹这个哦。啊，吹这个，这个怎么吹啊？我想一下。Oh, no. 哦，这个呢，就是女娲娘娘补天那时候传下来的，传给秦始皇，秦始皇呢又传下我们盘古庙来，盘古庙呢到了多少年之后啊，他又传下到你们手上了。是不是这样？哎，你前面靠边下车，靠边下车，靠边下车。哎呀，这样的不行啊！